今天是4月6号的凌晨，那这几天，从4月2号开始到4月6号，现在我只有去过内湖，还有中山区，还有北投，我没有去，因为最近这两天，周六、周日都在下雨。那今年也没有去扫墓。其实说实在啦，我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整理墓是可以啦，看看过去的亲人是可以的，但是我是没办法去拿香拜拜。或者是用手拜等等，我这个没办法接受，因为我可以为他们向神来祷告，就是祈求神哦能够来保守我这些已经过去的亲人，这个是没问题的。那我就在此，向我过去的亲人，对，默哀，也不是默哀啦，就是在心中向他为他们祷告。祈求神在天上能够听到我的回应。今天这影片讲话步调比较慢，请大家见谅。阿们，好，今天是我以上，没有去清明节扫墓的感想啦，然后再加上一点个人为着我过往亲人而有的祷告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我后面的光是我那个荧幕发出来的光，不用太在意。拜拜。